新闻继续，我们来看的是台湾报道行政义工团为水上乡三界村的村民占迎宾，拆除半旧的德公阿厝，重新来为伊来起厝。伫咧11号的中昼，占家是欢喜来入厝。义工团含附近的民众是办得来庆祝。而民进党嘉义县长初选参选人张明达嘛特别到现场祝贺，伊相当感谢义工团协助就西边会为伊来起厝，相当的肯定。伊无啥会晓讲话，占迎宾讲哦。伊心内实在是真欢喜，相当感谢大家。水上乡长刘敬祥表示，住伫水上乡三界村的占迎宾，甲伊弟兄的查某囝，住伫50-60栋的老旧租厝，残破不堪，无法度遮风避雨，又搁有毒蛇出现。地方人士以及水上乡公所接获反映，乡亲长期以来免费替弱势重建新厝的台湾报道行政技工团协助，下底受困。咱非常感谢台湾报道志工行善团吼，伫遮尔啊短时间内底啊，用200外个吼，这个志工吼来完成一间吼，遮尔啊舒适的这个咱唔敢讲豪宅啦吼，是一间足舒适的这个主体吼。咱最上向吼这个展现呢过去呢一个厝呢有够破烂啦吼，经过咱地方人士吼咱乡长呢以及呢议员代表呢。努力的争取之下呢，咱报道行善团呢，以短时间内呢，起一间新厝呢，予咱展示很大。今仔日呢，就是新居落成啦吼，内底所有设备呢，拢完全拢齐全啦吼。只要吼人入来吼，就会当住着真舒适的这间厝啦吼。真正咱报道行善团吼，这种善举呢，真的值得大家吼，来甲赞许嘛。伊嘛会当利用安尼吼，来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吼。即咱应该大家吼，爱向我们报道行善团吼来学习啦吼。十一号接近中昼，一切拢准备好啊。义工团以及附近的厝边坐久，祝贺蒋家新居落成启用，也搁办道庆祝。刘美达、水上乡长刘敬祥、管理员蒋冠金也拢到场。义工团举行净扫视仪式，刘美达颁予义工团感谢状。刘美达讲，非常欢喜蒋家伫咧农历过年前有新厝通好住，并感谢义工团的善举，短短三天就完成舒适的新厝，而且家具以及设施一应俱全，挂着行李就会当入住。伊强调，义工团帮助弱势起厝的举动，值得社会各界学习，和温馨散布以及照光各黑暗的角落。新闻，张乃成、朱淑香采访报道。